大家好，我是依依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离 RTP 超级超级近的，只有5分钟不到的一个，离 RTP 就3个迈的一个这样的新建小区，就在 RTP 的边上，就是紧挨着 RTP， 我的客人在这个小区也买了房子，新建小区很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小区，这个房子是2700尺，2个车位的车库。热水器在车库里边，然后全新房，2020年建的，房子已经基本上是完工了，所以这是这个小区里面唯一的一个，房号是1807，这是这个小区里面现在唯一的一个，这个已经建好了的这个 ready to move in 的一个房子。房子进门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它的顶很高，层高很高，非常舒服。这也是那个 Meritage Home 的这个建商的这个特点，它这个建商的 insulation 的材料做得非常好，很凉快，它的用材很好。这个地板是那个engineered hardwood floor， 整个一楼都是这个地板。当然卫生间当然是这个瓷砖的地板。这个是一楼进来的话，正门的右手边就是一个卧室。一楼有卧室是方便大家可以做 office 啊，或者说方便老人啊，有小孩的或老人的家庭，对吧？这个地板相当漂亮，层高也很高，非常舒服。这是 closet， 然后这个是一楼，它的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啊，非常方便。然后这边过来是一楼的这个早餐厅啊，厨房啊，超大的厨房，看到吗？就是这个灶台很长，超级大。然后那边是 pantry room， 那边是放冰箱的地方。这个炉灶也是天然气的炉灶。这边很多 cabinets， 特别长的 cabinets。这个炉灶都是天然气的。然后这边是那个 living room， 客厅有 fireplace， 当然这边是那个后院，院子不大，但是后面特别的安静，就是它后面是森林林子，后面是林子，看到了吗？一大片的林子，很安静很安静，院子不大，是后院。这个是 covered porch， 就是可以乘凉啊，在这儿。当然，如果想拉个纱窗的话，做成 screened porch 也是很容易的，因为它架子一定都已经搭好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上楼的楼梯，上去。二楼的话有3个房间，一楼1个房间，总共是4个房间。那么二楼的话，有一个一上二楼就有一个好大的一个 loft， 可以作为 study room 或者说是office 啊，就是看或者休闲的地方。这边是那个 laundry room， 很大的 laundry room， 主卧超级大，主卧特别特别大，而且景色也很好，都是林子，超级大的主卧。来看一下，后面都是林子，特别养眼。然后这边是主卧的卫生间，double sink， 然后 shower room 也是很宽敞的 shower room。然后这边是 water closet 厕所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衣帽间，哇，这个衣帽间好大。好，这都是瓷砖的地面。好，那边是一个 closet。 好，这是主卧特别大。然后呢，这边过来是那个次卧，这边是一个次卧，有这个那个 closet。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次卧，也有 closet，还有 closet。 然后这两个次卧的话呢，是共用一个这个 bathroom， full bath， 非常漂亮的 full bath。 好，这是这个房子，这边是 pantry room。